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想法，就其实我们这一趟旅程下来，我们获得了你说像第一个白龙大明城，这是一个不一样很棒的体验。对对。然后你像这个惩罚，虽然说是惩罚，可是我觉得可以跟苗语的市民们有近距离的互动，不然你没有来过这地方，就感觉一点都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对。就穿鸟装嘛。对啊，对，这体验多么的特别啊！真的，平常还要穿衣服跟猫头鹰套。对啊，在街上走。平常想买都不知道去哪里买，对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告诉你去哪里买。就是，好，这是要套衣服的。我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穿的。其实蛮时髦的。哎，你这很时髦哎！我觉得你可以穿去一个那个出席一个宴会，幼儿园那种老师要上台表演，哇，对，时髦的，你这很时髦哎，我好适合我的身份啊！会不会那个杨桃？杨桃很喜欢这个感觉，杨桃很爱时尚哎！而且刚刚一出现惩罚的那个内容的时候，其实观众就已经知道输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命带变装，真的假的？命带变装。各位观众，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吧？因为我在收集一副扑克牌。我们来抽一下动物。自己画。各自认领一下。我画这个。题目。天哪！我哪一张？第三张。这个吗？对。不会这个千元还不好了吧？海哥，海哥蛮可爱，小丑鱼。哎，小丑鱼可以用颜色，对，颜色。我不会画这个。一整个脸吗？白色哦，哎，红色，也这样可以哦。鸟禽类出场！哎呦，哎，这鸟也太帅了吧！差一点破杆！小心！鸵鸟啊，这是鸵鸟啊，鸵鸟对，鸵鸟对，这是鹦鹉，鹦鹉啊！鸟语一番街，然后这边每一层楼都有卖不一样的东西，还有卖那这边的红米鸭给，然后跟上面的话有卖一些吃的美食街，然后跟一些卖你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珍品，然后这边只要你看到的人都可以问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个一个来嘛，对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们先，然后你们每猜错一个人呢、啊，我就拿着卸妆棉，然后卸掉一个，啊，然后就越来越难猜。我们可以就是挑，就是也有小朋友，然后也有那个就是妈妈那种。哎，找那个店员呢？可以啊，找店员。找店员可以吗？也可以。店员感觉就很了解这里啊。那个妹妹好像很想要。那个妹妹很喜欢。对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你就不用站在旁边这样，可以猜一下，谁的是谁？欢迎吉娃，欢迎吉娃，欢迎吉娃。哎，他会讲中文。哇，你家。等下，我们要确定谁要给他猜吗？那个应该比较好猜。他会不会他比较会猜这个？他这个应该比较会猜。你要害成这样子，好来。这个图案。像宝可梦的东西哦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的奖，你知道穿上衣服？哎，他看不出来，对不起。来卸妆棉。他是害羞。对，他是害羞。害羞。可以让妈妈猜吗？如果没有猜，他就没有猜。我多少？可以，你可以对吗？可以。
记得，记得，耶！是可以，是可以，是可以，太厉害了！耶耶耶！我觉得我都要问店员呢。真的吗？因为他们很容易看成乌龟。阿姨感觉很厉害。阿姨要问谁的？尼莫吗？你先吗？好。你的哪一位？如云。如云吗？哇！在露营的，哎，对，在露营的，哇！吃饭菜，吃饭。好羡慕的冰淇淋。对，恭喜，对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。现在突然间觉得由衷的比较难。对啊，很容易变成乌龟那如果你是吗？是啊，你这个真的很哇，好，对，可以请问他，我脸上画的这个是什么吗？嗯，熊の実ですか？熊の実です。熊の実。ああ、わかる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おお、Thank you。排队了。耶，好，还剩我，剩我。那我就问那个店员喽。给你。不行。哇，谢总。Go！ 大海上面。哇，好狠哦！哇，很狠呢。不是只有一画。好，还可以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难过。看来那个穿这个衬衫的小姐。すみません。上面書いてるものは何ですか？答对了吗？乌米卡梅，乌米卡梅。Thank you。阿里嘎多，大家。恭喜四位完成这次任务啦！大家可以准备回到民服，然后明天准备回家喽。耶！